邵明明さんはすごくすごくすごくうるさいです。令井大翔，你住我这里吧 ，live there，OK？ 住这里。这里。いいですか？いいですか？いい。え、帰り。明明。他说他可以，他已经准备了。好的，我们再来，我们再来。啊，这个人是干啥的？我就去这里了。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吗？好帅，好帅。井大翔他很内向，我想照顾一下，我觉得我能照顾的同伴。すごくうるさいです。ちょっと中国語で話しかけられて、何を言ってるのかあんまり分か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。听不懂没关系，邵明明可是社交达人。我有这个，就是今天早上我给你介绍的那个美食，火锅。啊！啊！那个，那个。